扎了九匹马的赛事准备。闸门打开了，那水坝的出闸有一点慢啊。那现在这是一场第四级第一组的千二公尺草地赛事啊。现在武胜已经抢到领放了，他在前面带出有半个马位，旁边在追他的就是这匹萨里山。那跟着大概是一个多马位之后，有白色帽子橙色彩衣的太平西洋，然后在旁边呢就是这个太平洋服，跟着一个多马位之后才是桑迪诺，接着就是水坝守在内栏的位置啊，旁边还有黑红色彩衣的烽火战神，一个多马位之后是雪山神驹，暂时殿后的是腰后上的林家精酿，他现在距离前面领放的马匹大概五个多马位。很快转入直程的时候呢，现在武胜还是在内栏的位置继续的带出来，旁边在跟他斗的就是有太平洋服，然后是太平西洋，另外呢就是萨里山，还有这个水坝。水坝现在处在大概第三匹啊，尝试想要追上来，武胜还是在前面继续的带出有一个多马位，现在追得越来越接近的就有水坝，然后呢是这个太平西洋，但是武胜继续带出大概一个马位，显文诺的武胜在这场赛事一放到底，跟着就是太平西洋，然后呢水坝还有萨里山也比较接近，跟着呢就有这个桑迪诺，然后呢还有雪山神驹，其他马匹呢就包括有林家精酿、烽火战神，另外一匹则是太平洋服。简文诺果然是大师傅了，今天第三场铜马。哎，顾伟乐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换的顾维乐，对，顾维乐不是简文诺。没，一直是他骑的。因为感觉上，我就记得武胜好像都是简文诺在骑。哦，对，之前呢、啊。之前啊，今天是顾维乐，对。嗯，这场简文诺没有出赛的。一领到底的骑法。一领到底啊，这个武胜。慢闸了，这个水坝一出闸就在第四、第五匹。对于一匹前领马，你要慢闸这个事情，哎，只能说倒霉，喝凉水都塞牙了。时间也是慢到想睡觉的那种时间呢。这个前领25秒56做到400，头400啊，就是这个武胜做出来的。所以这场就是前面集体。